你们好，我叫 Tim Grant， 今天我会理毛，因为我的头发不好，我真的不喜欢那个东西，我真的不喜欢，臭，很坏。然后我的头发看那个，我很非常小，但是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我真的不喜欢，所以我喜欢那个。我的头发，我的现在的头发，因为没有那个，好丑，不喜欢。我想我的头发像 Justin Bieber 的头发，因为他非常帅哥，他以前是非常帅哥，他现在不帅哥。我真的讨厌他的头发，他的现在的头发，他也有纹身很多，我不喜欢纹身，很恶心。好的，再见，我叫 Tim Grant， 请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每天做一个中文的视频，再见。